你想爸爸，欢迎收看你想爸爸。是啦，祝我母亲节快乐，说母亲节快乐，母亲节快乐。因为母亲节到了，所以就是一个妈妈合理可以 shopping 的时刻。因为母亲节，母亲要快乐。我想要收到的礼物是完成我心中的一个小愿望，就是一直以来都很羡慕那种会做可爱便当的女人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老娘这次呢，就先把工具都先买好了，就是要逼自己来会做。因为我实在搞不清楚到底要买哪些东西，所以我就全部都买了。这样吗？因为蛮便宜的啦，请看。哇，我的妈呀！超多，我就是预备的比较完整。因为做便当一定是从这个煮的时候开始啊，到这个压形状啊，然后装啊，这样子。做不同的料理需要不同的锅子，对吧？料理，做料理，我也是料理。料理今天要带大家做料理。好了，这一波淘宝母亲节哇哦哇哦的这个特卖呢，有五折的商品抢购，在5月8号、9号晚上8点到9点五折，只要刷指定的信用卡呢，就可以享10%的回馈。我要买玩具。不好意思，是过母亲节，不是儿童节。母亲节好吗，两位先生？让我这样子买一买，四个锅子，然后一堆一口口的模具，然后两把菜刀啊、砧板啊，还有围裙，超可爱的。你看，我们有亲子围裙，而且因为很便宜，所以我就你就再多买一套，又多买了一套。看，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颜色的、哦，好可爱哦。那所以，我今天就要来挑战做疗愈系便当了。但是我是众所皆知的料理白痴，既敢娇妻，又敢娇，所以我怎么可能会做呢？俗话说，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，所以我就要请一个很会做料理的朋友，然后他是料理跟料想的师傅，让我们欢迎梦竹师傅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梦竹。耶、yeah, ，我的救星。哎、欸，从我在怀孕，大家就炖鸡汤给我喝。对。然后我们的结婚的喜饼也是他做的。对。然后有的时候没东西吃的时候，就会吃他们家的面包。对。小孩非常重要。梦竹呢，他负责自己的粉专，也在克劳斯咖啡的主厨。那我们今天要做什么东西呢？平底锅，我们会用来做煎蛋的部分，炒锅的部分我们会拿来做咖喱，蒸锅的话我们会来煮小朋友最喜欢喝的芋浓汤，牛奶锅的话我们会拿来做那个布丁。我要吃布丁。然后想问一下，因为我在买的时候啊，我觉得有点犹豫不决，然后到底要买平底锅，它这个叫做平底煎炒锅。那因为我实在是觉得太便宜了，妈呀！有什么差别吗？一般的家庭都会想说，哎、欸，我只要可能一个平底锅就够了。其实真的不够，因为现在的家庭都是讲究越来越健康，很多东西都要自己煮。所以你买对了，平底锅我们都拿来煎小鱼、荷包蛋啊，然后再来炒锅的部分呢，一般我们都是拿来炒青菜。对，今天会用它来做咖喱。哇，所以你真的算是歪打正着了。歪打正着啊，全部买对，全部买对，真的。哎、欸，我这样全部买下来加运费多少钱？6000多块台币。台币。哇塞！然后我觉得好便宜哦。专业厨师也觉得便宜了吗？很便宜，而且它是卖饭食哎，所以都很方便，很好用。亚玲，今天想要吃什么？我想要吃布丁。我想吃蒜头。哦，好、啊，那我们就go，有蒜头了。OK， 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的厨房，乱的地方就先不要管它了。那反正我们总之都进来了，我都买了新的锅具了，就是新的气象，新的开始。所以第一次我们买到锅子的时候，你知道要去养锅吗？我知道养小孩。没关系。那我们第一次养锅的时候呢，大家通常都是直接开火煮，但是这是不对的，因为它会减短锅子它的寿命。我们一开始养锅的时候，我们会先把水加到8分满。养完锅了，我们要做布丁。砂糖，白砂糖，一定要用白砂糖哦。很小心哦，不一样厚度没关系。我故意切不同厚度啦。很小心哦，哎，蛮好切的，你是怕你受伤吧？对，我也蛮怕的。觉得这个刀子蛮好切的。对，因为妈妈选对了，妈妈真的很会选。什么又是一个歪打正着？真的是歪打正着。一般女生的手的话的大小的刀子的话，一般都是23到26公分，是最适合女孩子拿的。那男生的话，大概是拿30公分。就这个刀片，刀片的部分。我觉得你还是不要去拿刀，我觉得我有点害怕。我只能说，哇，我的妈呀，我太会选了。我真的觉得这锅子很好用，你看我们刚刚的焦糖全部都化掉了，很好用哈，非常好用。欢迎你常常来用，常常来用。
欢迎每个月来你们家清冰箱，每个礼拜都来。这个发现很可怕哎、欸，当他的朋友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。接下来我们要做玉米浓汤，一般我们煮玉米浓汤，对不对？我们都需要炒洋葱啊、火腿，都需要用另外一个锅子再倒进来。可是这个麦饭石锅子，我觉得它很好用，是它也可以当炒锅。对，就是需要这样一锅倒。等一下，刚刚他说就是要用炒什么？请问你知道这件事吗？你知道做玉米浓汤要先炒什么？我知道啊，我跟你说，我之前就是帮你想要做什么丝瓜、什么蛙哥的，他就说就可以先在锅子里面先炒那个丝瓜，结果那锅子就焦掉了。好，看看这有没有焦。这个我觉得焦的几率不会哦，不错哎，哦好香哦，这个奶油味，好吧，炒的这种事情就交给你了，你可以吧？可以啊，最会炒的，看是要跟谁炒都没有问题。你不是炒饭吗？炒架。紫洋葱跟白洋葱有什么差？紫洋葱一般都是做凉拌沙拉比较多，对，是啊，对，但没关系。因为我觉得紫洋葱很好看。哇，好美哦！这干什么啊？人中人养。一般做玉米浓汤，我们都会用勾芡的方式，但因为勾芡就对小朋友比较不好。你说勾芡是加菜白粉的？对。然后如果是做那个面粉的勾芡啊，又太麻烦了，所以我们就直接用蛋来勾芡就好。好香哦，玉米浓汤。浓汤完成，真的好感动哦！很久没有亲自下厨，有好的厨具就会有风格，好的心情，好的环境。那我在过年的时候呢，先把厨房整理好了。现在几月了？整理好四个月才下厨，还要在家吗？在家一样。你刚刚是失手吗？当然。你刚是没拿好，我刚感觉你的手是没拿好。因为很久没开，所以他刚刚有一个冲力。我傻眼了，蓄势待发，这样才能染色啊。外面超咸呐、啊。蛮咸，等下配白饭。我一直帮你那个结尾。对，因为他没有要吃。刚刚我真的吓到了。那很酷哎。我吃一下。看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要吃肉肉吗？啊！干嘛还没吃？还没吃就比赛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我感受到一个深深的爱。有一点点咸，但可以接受。调理机我就很会用了，好不好？去迪士尼买的，叮叮当，闪着响亮。Shake it， 我儿子耍脸。妈妈 ，Shake it， 妈妈。哎呦，什么的？哎，母亲节呢？哎，各位，不是母亲节吗？是这样摇摇摇。是这样。我确定这个小朋友想要吃这种泡面。嘿。哦，好可爱哦。请问各位日本妈妈，你们到底都要几点起床，才能完成这些便当啊？
我的感想就是日本妈妈我跪你怎么会有时间做这些事情呢？那我相信一回生二回熟，所以下一次呢，我决定就是让梦楚来做就好了，好吧？你完成的时候真的会很疗愈，谢谢梦楚，那么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，不客气。好的，那我们最后还是要跟大家说，所有的厨具的模具呢，都可以在淘宝天猫上面找到，那我们也会把我们购买的这些链接放在我们的贴文里面，可以自己去搜寻。好，现在母亲节档期呢，就满300元人民币就可以折30元人民币。是特别针对台湾的人，没错，是台湾限定。如果需要出租梦楚的话呢，请留言留言留言。然后现在淘宝上面有一个小活动，我刚刚在搜寻栏位打繁体字的我的妈呀，然后就会导入到这个拍立涛的活动。那他测我是哪一种类型的妈妈，我就是妈妈。他现在测我，他告诉我说呢，我是环球妈妈，五官俏丽，鼻型可爱。OK。然后就可以领取红包，得到了10块钱人民币的红包。刚刚那个领取红包的地方呢，有些人按下去会是领到1000块红包。哇！所以我抽到10元，我真的很苦命。好的，我们要准备来试吃喽。喜欢我们的话，请按赞、分享，还要开小铃铛，订阅我们，分享干宝，谢谢。拜拜。订阅梦楚。梦楚 Love Kitchen。我要。